哎、欸、啦，我问一下啦，我问一下，这我这官办两号两，两号两号人要吃，对，三百啦，拢我你啊，来来，喏喏喏喏喏，啊，几块了？几块 L 啊？就喊起来了。几块啊？几块 L 啊？贡丸，贡丸，对，贡丸。哎，等你等我一下，我先这个买一下。这两号两号人要吃，阿姨你敢要吃？两号两，一百块啦。两号两，你到我买遐分卖，给你带，你敢买？不了，要开下去。两号两，两号两你卖哦。两号两号人要煎的啊？阿姨一百块，我摸到跟你讲一百块。两号两袋，你敢要煎啊？两号两号人要煎。别讲价啦，交本钱啦。我唔，两号两号人要煎啊？你要一堆啊？这无人要爱啊？哎，来你用鼎蒸啊，你咩蒸？你都无迄种问题。蒸了，蒸了，蒸了，你都无迄种问题啊。八两百块，对，我讲真的啊，这俗啊，还佫好吃啦，啊，文化拢无骨啦。鸡肉呀。鸡肉，鸡肉，鸡肉，另外啦，伊这着鸡腿排了，对啊啦。好啦啦。啊，完全拢无肉，哎，完全拢无骨啦。哎呀，两支四支又来啦。我少者，我少者，六支又来，两百块就对啊，八支两百，十支两百块你买无啊？我讲真的，同款咱卖了，所以这两支我送两百块就好。来啦。来。另外两个人要蒸的，阿姨你敢无啊？两支四支又来啦，六支又来啦，七支又来啦，卖两个，买两个，八支九支啦，同款十支两百块买无？我少者再斤十二支啦，两百个人要吃啊，无两百块。两百块，我人要蒸的啊！我跟你讲，哎，哎，两百啦，你蒸一下啦，今天你相信我啦，歹食你后礼拜提来，我退你钱。我平蒸的哦。歹食你后礼拜提来，我退你钱。真的对。这鹅肉的，这大个鹅肉的，大家要买两百块了啊！啊，好啦，不你家买啊。我要做啦，阿姨要做啦。啊，我伊问阿我，我家己我讲的。两百块人要蒸的无？阿姨好无啦？你看无？迄就是我买过，拢安尼啦。一四几六几又来啦，八几又来两百啦，对啊，我同款啦，九几十几又来两百块。十二两百。根本啦。阿姨，今天你相信我啊？无啦，请师傅吃。无阿姨。伊要一百块啦，无你。阿姨，你相信我？你要家己物件啦，来来来来，你一半号一半号我啦，来啦，来啦，来啦。来来来。我那老外人今天被抢劫在北京啊！阿妈，你支持我才靠我去搞的啊！我来帮助我姐。你是要干咩几块啊？哎呀，因讲要几块咩？几块？哎呀，我坐嘞，哎，几分？几个啊？五斤啊！五斤五百，我早起就五百呢。安尼提两包啦，互因去搬啦。两包。互因家己去搬啦。你遐无是鱼啊？来，我托感谢你，我这两包。几块啦？没有没有。哦，我来做了。哎呀哎呦哎呦，老弟你干啥？哎呦，你挂埋你个位，安尼讲两百块。两包老弟。两包，两包，两包。我来做，我来做。哇，辛苦，回家了。阿西阿平，你到哪边生呢？生哪用平的有啊？有啊。你后礼拜五百加提两包，五百提四包。四包六包。好。哎呀，边个人要生呢？小平，边个要生啊？哪个？哎呀，这好多，我马上带你等我。阿杰，再倒进来哦。哈哈哈哈哈。两个都要带来带去。哦哦，对哦，这几只啊，十八块的，几只啊？那个什么，几只 ？Open case， 它的鸡也蛮大只的。啊，好妙！那什么？咱今天看到多少？所以后日买一百块，我送我一只来，还有半个过来。好嘞，好嘞。
有小肥就跟小肥养就好了，就吃饱好了，别挨。
一支一支啦，一支一支啦，搁一百块我上要爱啦。什么？一百。一百块好。我来跟你讲两百。一百。等一下。我给我买啦，卖买一包啦，我一礼拜后快来嘞。今天唔快买，食好食啦。迄有猪肉做，迄没有骨做诶。你又拢无拍车祸嘛？哎呀，这有鳕鱼，一百块一包。鳕鱼啊，鳕鱼够有人要吃啊？鳕鱼啊，鳕鱼够有人要啊？要不要鳕鱼？八块无啊？八块用白的鳕鱼。鳕鱼好不好？大地啦，搞车的货车的，500块就好了。但是刚刚有买，我没有骗你，真的他要买，一袋500，两袋3袋，我来4袋500好了，对吧？这两块都说借几多少？500。大姐刚刚有买，你问他，他也是买500块啊，对啊。你们口罩个疼不？我个钱那么碎的，你安尼口罩个疼？我塞不进去好了。会啦，可以的，塞得进去的。因为我里面还有一只鸡，还有一只鸭子，不能去。想办法啦，我去帮你塞啦。我塞不进去。我去啦，等煮蛋我再搞。帮你煎。骗什么吗？啊。这。你买个两好，这是真的要免费的。对，啊，5600。